时刻遵守探险的基本礼仪，只追寻惊喜，不占有宝藏。探险计划嘛，随机应变吧。完美合作，值得起个伟大的代号留念。网站探，向未知冲刺。一旦被关进收藏柜，再珍惜的珊瑚也会黯然失色。遗迹里未必有宝藏，但一定有传说。意外嘛，是人生的魅力所在。勇气、运气和伙伴，看上去你一样也没有。重要的不是你来自哪里，而是你将去往哪里。别担心深海不可捉摸，也别自信能将它轻易掌握。别抗拒深海的拥抱。当月光照进海底，我们约好再次相遇。抵达最寂静的深海，掀起最狂烈的浪潮，跟随洋流的律动，够危险才够迷人。海妖怒嚎，鲨鱼微笑，我猜他们在欢迎探险家的来到。黄金城的委托，没兴趣。那艘沉没百年的轮船显然更棒。经典探险故事的开篇，主人公准备好了他的双枪与信念。来，与漩涡共舞，老朋友，一起玩个尽兴。利莫里亚从未陷入沉睡，他隐藏在海底，熠熠生辉，每枪都在节拍上。某些时候，耐心和持久更胜于激烈与狂热。你不会以为这里就是终点吧？漂亮的连击，人们擅长禁锢美妙的风景，顺手解救他们则是探险家的爱好之一。